大家好，我是小童。今天我要继续告我的公司，我还没有盖好。怎么忽然下雨了呢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等我调一下。再等我换一下视角。走，我们进去吧。鸡块，蛋挞也有帮忙。等我一下哈，盖好了，现在进去点亮。哦，好棒哦，好黑哦，好黑呀、啊。等一下哈，干嘛？刚才我装灯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我开了光影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好黄啊，好黄啊！然后我现在要把光影关掉，然后我要出去，很累耶。啊，关掉了以后感觉非常舒服多了。好黄啊，刚才，好黄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作死了，那还呀。